神仙后座上从舞台中升起，蔡依林气势凌人登场。这场在松烟广场举办特别回馈歌迷的新歌演唱会一点也不马虎，不仅耗资500万打造，九令身穿万神黄金袍也要价不俗，搭配演唱梅杜莎，现场气氛立刻沸腾。小蛇出来，然后有点刺，因为小蛇都是亮片，对。但是因为开场想要有给大家一个金碧辉煌的感觉。九令填词的 Miss Trouble 首度在公开场合演唱，新专辑里的其他歌曲也没少唱，超嗨的快歌之后转换情绪，首首慢歌听得台下如痴如醉。所以楼上旁边都没有人管，这样子。今天是我们的天地。然后，如果旁边有人挤你啊，或是不唱，你就是给他一个白眼，好吗？今天想看我白眼吗？哪人都没有。我接下来要唱这首歌，蛮特别的一首歌，是要给想爱不到，不敢公开，或是说你自己有很多压抑的情绪，不管你跟别人有多不一样又怎样。身高的九令以往为了完美表现不容许犯错，难免给人严谨有距离感，不过这次书籍看得出和过往已不太一样，难得展现超幽默的一面。有复古的感觉吗？陈德清、崔台清。我都不知道，我今天会带来一些大家可能很久或是有去售票演唱会的，可能，你们都有去吗？这边好像比较冷静一点，有吗？也有去吗？对，有去的听到的歌我都不会唱，我现在都还没有听到你们唱我的歌哎。是因为是新歌不熟，对不对？啊？给你麦克风啊？那你们来唱就好，我下去啊。那我随时会听，想要把耳机听拿下来听一下你的声音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该怎么办呢？啊？翻白眼啊！我其实没有想到，我就是努力这么多年哦，结果我只要翻白眼就好了啊！
我干嘛这么辛苦？我是穿浴袍翻白脸，我就哎嗨，一路翻到演唱会结束。除了与台下粉丝搞笑互动，现在演唱起旧歌就算有点辣词，现在的九零也能接受这小失误，态度一派轻松，继续唱。也将过往的经典歌曲串联成组曲，以 4Band 的形式呈现，带给大家很温馨的感觉。特别设计这桥段给歌迷们惊喜，更经典的是还演唱了出道曲《和世界做邻居》。第一个给大家听到的歌，在环球发行的时候是《我可以和世界做邻居》，然后对，就让底下那个铁粉来回顾一下，就是会想到之前开第一个记者会绑着这个冲天炮的，大家千万不要剪那个画面，谢谢。我觉得你们很认真的会回去剪。今天是我发行第一张单曲《和世界做邻居》的记者会，那这次压力是蛮大的，是没错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门贴啊，然后附上的地方都会看到我，那我是怕大家看得不耐烦啊。从出道的第一首歌到现在的追星专辑呸，陪伴走令走过15年，回忆瞬间全部涌现，铁粉听得好满足。过季二次新歌演唱会，大家最期待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怎么可以少。9首旧歌一次放送，还一连换了3套衣服，视觉上也没忘记兼顾到。九零的新歌演唱会诚意十足，就是要和歌迷们一起享受，一起 play。完全乐享雪林峰采访报道。好好看哦！好好看哦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大秀。我之前在网络上看的时候也，那因为有一些片段嘛，然后你有看过现场吗？你说他本人的现场？对对对，好像有吧。我有看过现场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，就是很华丽，然后看炫技的秀，然后唱也很棒。
我觉得包含舞群这样整个 dancer， 然后包含他连讲话我觉得都不太一样，然后讲话不太一样，很多讲话的时候其实都很好。然后我们刚才在试一下在看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在那边聊天，然后看、然后记者也都说他现在状态非常的好，身心灵整个都非常的完美的一个巅峰状态。哦，就跟我上次讲的一样啊！我上次跟纳豆啊，不知道什么，就是你跟纳豆说了什么？我有一个理论，跟我分享，就是女人遇到对的男人的时候，她的状态会很好哦，各方面状态是提升，是都是提升。你遇到一对的人，你一定是会跟他一起成长，然后越变越好。那如果男人遇到对的女人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也是提升吗？也会提升啊，都是互相的，两个人成长是一起的哦。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男生，但是你或女生他没有让你进步的话，就赶快分手吧。是这样子吗？我觉得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代表他这个人他不会帮，他没有是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注意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就帮助了，助好处。可是不是那种很势利，像很表面上的那一种，对，是整个人的状态哦。如果你跟这个人状就是在一起，然后没有变漂亮的话，那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所以只要郭书瑶好美啊。对啊，你最近状态越来越好。对，我最近跟任道远开始谈恋爱了，所以我状态变得很好，很厉害嘛？怎么样？脸红啊？当然，才刚开始，快开始交往了。OK， 每周晚上10点，请锁定。OK， 我随便梦想高飞。你现在状态也蛮好的，不错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好。所以如果说，反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看一下蔡依林的表演，我觉得真的不会失望。希望我也有机会，可能会现场去看蔡依林。一定要看，一定要看。对，我都没看过啊，好像都是看非常值得影片比较多，嗯，自己买票去的。OK， 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去支持蔡依林。周杰伦跨到力挺好友和主席哈。